他为什么在他的厕所不走呢？我觉得猫挺神奇的，为什么那个机器你要我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但猫一买回来猫就知道它是厕所了，为什么？好像也不需要人教的呀。小王祝大家开局开好运。他是为什么知道这个机器是厕所？请做好准备，享受比赛，全军出击。这不是魔术，是现实。因为猫砂就知道是厕所。猫砂是什么东西？它为什么就能分辨到猫砂就是拉粑粑的地方？OK， 好吧，没办法，我老鲁班嘛，是吧？他这种小心思我都知道的，我提前闪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还有会往后撤，做一个专业射手，那当然是向前闪现了。要被他一技能砸到。连胜利女神都在对你的人品吐槽。收到。短线啊，有线就吃。这不是魔术，是现实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怎么把中线吃了？因为中他知道我们都去了嘛，我们顺带抓人。那一波不是吃中线，是抓人，抓人。好吧，已经帮他把那个干将的闪现都打出来了。你小子还挺敏感的。筹码不多。其实按理说应该还是把这个中线先吃了然后再动的，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别按那个呀，敌人消失。剪刀有了，打野谁来着？开始撤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他这一套连招丢太快了，好吧，不然我感觉我要把我闪现会逼出来的。这哥们儿什么剑一二全部都丢了，为我的手他慢慢打，我肯定要交闪，他不够细节。哎，没办法，感觉玩狄仁杰太自信了。这个版本真的狄仁杰的法球流感觉莫名其妙又站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站起来。防御塔部队消失，弩车出击。开玩笑，老狄仁杰，二星杰塔上的屁眼，大小手吃了两手，感觉一个星期没怎么玩狄仁杰，依旧这么秀，真厉害。
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怎么说？我的拉扯你怕不怕？你看着了哈，按吧。你要急什么呀？我可真厉害，其实我有点慌了，我闪现上去，我看我准备去 A 那个鲁班的，我一直在 A 那个流散，把我吓死了。这哥们还好，这个鲁班他点半天都没点到我，我他在转圈圈，我移速太快了，那个鲁班根本就扫不到我，我笑死了，把我吓一跳。我想上去闪现去 A 鲁班，他能一直在打辅助啊，其实我有点慌的。连胜利女神都在对你的人品不好。哼，零延迟脸库，哼，无情连接，走掉了。你被跳大了，对面的筹码不足。发起进攻，收到。发牌，发牌。随贼就行了。哎，我卡了。大招还未冷却，技能已经好了。收到，请求技能。吓死了，哥，你还好空了呀。有的时候掉一下身，开始撤退。没有人阻拦我的发育了。为我的守护来点掌声好吗？看得出来，对面的筹码不多。哎，你，哎呦我，哎呀，还有闪着呢，你想着呢。开始撤退。感觉黄牌定到了，差不多 A 几下就死死了呀。还是最后让他滑出来了。这个版本法修罗狄仁杰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能玩了，好吧？我先以为法修罗狄仁杰应该淡出视野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遇到的狄仁杰都压迫感都很强。
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感觉狄仁杰法球流就感觉挺挂的，写出来你如果说队友是玩法球流的，就从头挂到尾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好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请求集合。别人根本就拿你没办法，你要硬推就四五个人过来管。打肉不疼，我看还好啊，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离谱。这个东西我拿到了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看到了。Nice killing. 对面的筹码很多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. 别闹，别闹，上路带。吕布做血魔，那没办法，我还是得做，好吧？不然的话，我们法球流。没法球伤害呀、啊！我要的不是那个血魔之怒的护盾，我要的是他那个伤害。好吧，他核心就是末世电刀加上这个血魔之怒在打伤害。他都是这几个被动在打伤害嘛，你少做一个被动的话肯定差点意思啊。小鸟们，好吧，纸牌的魔术还是很生动。然后现在把暴力也做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打肉。哇哦，刚才不是加速要去按吗？应该按得到，按吧，这不用接大了。主动排位冷却，差四十块，那基本上就完全体了。后面就把血魔之怒换复活甲就行了啊。技能已经好了，我以为我有闪现，我的，嘿嘿，我以为我有闪，好吧，再一看三秒，本来一波大闪结束了。发起进攻！发牌！发牌！咱们直接把血魔给按出来，加攻击力的。大招还未冷却，收到。穿透还穿了一下，好痛啊。点击力赢了。血魔之怒你按了后会加50点攻击力，好吧。狄仁杰铭文就热门推荐第一套就行了，不用问我铭文，热门推荐第一套就是的了。还是强啊，这个法球流就感觉一直在打平推，有点离谱的。这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最近真的觉得狄仁杰好像又莫名其妙的站起来了？他原来就是这样的，原来一波法球流就推出，把狄仁杰推到了神坛，然后又砍了一波法球流又降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又好起来了，就莫名其妙的，没人压不住啊，这个狄仁杰。因为攻速的问题吗？因为攻速阈值的问题吗？因为没人出反甲了，因为没人出反甲了，是吧？因为狄仁杰的被动加攻速加太多了，所以别人说那个出不祥征兆其实对狄仁杰影响并不大，然后没人反甲了，他 A 得很爽，只能这样理解了。